那么介绍完毕之后呢，下面咱们就正式开始聊影视。首先，我们还是看一下这个索引服务器有没有正常启动。那么启动了，启动之后呢，我们就来创建。首先是 /x/put， 比如说我们这里呢是一个 http， 然后是 json01， 后面呢就是9200。后面是索引库的名称，比如说叫做 big data， 然后服务器反馈的信息，我希望格式化反馈给客户端，这里呢咱们就写 pretty。好，然后我们回车看一下，这是来自服务器端的反馈，如果呢显示的是这个 true， 就证明成功了。这呢我们就创建了一个名称为 big data 的索引库。好，那么第二个需求是什么呢？需求二指的是，我们要求使用客栈，名为 big data 的索引库下，创建一个名为 type， 创建一个名为，比如说 product。product 的 type， 且在该 type 下新增一条 document， 该 document 的信息如下。什么信息呢？比如说我们说 JSON 格式的数据，比如说 author， 比如说 book， car， cutting， name， 比如说咱们是 Hadoop， 然后 author， book， cutting。然后呢，我们可以再说一下它的一个 last version 最新的版本号。好，比如说咱们这里面是 3.0.0。 好，我们下面呢通过命令行的方式呢创建一下，怎么创建呢？ care-x post， 后面怎么写呢？ http， 然后呢 json01 下9200，然后是 big data 下有一个 type 叫做 product， 下面呢有一个唯一标识一，然后通过参数 d 用来指向什么呢？用来指向数据的格式，比如说是这里呢还得通过一个参数 h 来指定数据的类型。那么值是什么呢？值是一个 JSON 格式的数据。值有一个叫做 content type， content type 类型呢是 application JSON，还需要指定一个干地，干地的话呢，这里要指定的话呢，就应该是 name 的话应该是 Hadoop。 好，然后的话呢指的是 boss 的话 book，然后呢还有一个是 last version， 比如说是 3.0.1， 然后呢结束的时候呢也是一个 JSON 格式的数据，单引号，回车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这里呢指的是成功一个
然后呢，正常的应该是被串进的，被串进的。如果这里显示的是 created，就证明成功了。那么这呢就是我们的一个结果。好，直接，我这是我们直接演示的一个结果，这里是实际操作的结果。好，那么大家如果希望呢这个格式更加漂亮一些的话呢，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例子，因为这个格式有点乱，能不能够把反馈的结果漂亮一些，显示在咱们的面前呢，也是可以的。怎么来呢？我们就可以带一个像上面一样带一个 pretty 关键字。好，比如说我下面呢再来说一个需求和需求二，基本上是一样的。比如说需求三的话，名为 product type，一条索引标志为一的 document，一条比如说使用默认索引标志的 document，该 document 的信息如下，比如说 name 叫做spark。also 呢，比如说叫做星石，好，那么星驰。好，随便写一个了，比如说是杰克逊，然后 last 的 version 呢，比如说是2.4.5，咱们现在应该怎么写呢？那么基于上面的，我们把上面的这个可以呢，可以抄一下，然后呢，这里呢，我们反馈的结果的类型呢？我们希望，好，这里呢，我们暂时呢，把它作废，暂时我们从上往下来一下，来一下，怎么来一下呢？这里呢，我们不要指定一，因为有默认的。默认的话呢，不用指定就行。然后希望结果格式化显示出来，pretty，然后带一个参数 h，这个后面的话这就是一样的了。好，然后的话呢，这个后面的话，name 的话呢，我们这里呢可以指定一个 spark，然后呢 also。also 的话呢，这里呢，刚才说了啊，比如说，麦克逊，杰克逊，好，然后的话呢，这里呢有一个叫做 last version 呢，是2.3.4，好，然后呢结束，带引号结束，走。这呢就是反馈的结果，现在呢也已经串进成功了。这里有一个什么呀？successful 一，result created 也成功了。那么这个新增的
索引信息呢，它的唯一标识是这样的，它内部会给咱们生成一个默认的唯一的标识，叫做这个啊。那么上面呢，反馈的结果是，下面同样如此，服务器端反馈的结果是下面的啊。那么下面是实操的一个演示的效果。